你别被骗了。作为一个已经35岁的成年人，让我最不好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加入月光族已有1785天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知道什么是月光族吗？就是每个月赚的钱还没到下个月就会全花光的一群人。昨天我爸爸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支短视频。视频里，一个30多岁的女人讲述了她被骗了20多万块钱的经历。爸爸在微信上跟我说："女儿，你要小心点儿，别被骗了。"我回："我知道了。"爸，你不用担心。爸爸又说："你是让我最担心的一个。我们家就你最单纯，最容易被骗。"我只好又回他说："爸，你真的不用担心，我知道啦。"这样的对话，我们基本上每隔几个星期就重复一次。其实，我非常想告诉爸爸我内心真正的想法，那就是我的银行卡里每个月末都只剩下不到10块钱，哪有钱被他们骗啊？